为强化基层组织，并且发挥里民服务功能，鼓励里民长甲民政人员为民服务。市府特别精选表扬年度特优里长，接受民政人员甲资深里民长。本次得奖人特优里长71名，资深里长24名，接受民政人员43名，服务满60年以上资深里长2名，资深里长192名，由市长赖清德公开表扬。今天非常荣幸，有机会来主持咱104年度特优里长，啊，甲职优民政人员资深里长表扬大会。啊，我伫遮先代表台南市所有的市民，向大家说一声，有恁伫基层的努力较拍拼，所以咱里面的问题会当一一解决。那么咱市政的进展，到我都通顺利推动。啊，我伫遮甲大家说一声。在市民的眼中，李林长甲市政府就是一个服务团队。市政要顺利推动，非常需要李林长在第一线拍拼，为里民服务甲解决问题。赖市长希望透过今仔日的表扬，会当让市民了解李林长的辛劳，感激李林长为大家牺牲奉献甲服务。啊，咱对啊每一位市民，那么伫里内啊，对李长也好，对林长也好。啊，本来应该爱心存感谢，因为咱所有的事情的推动，哦，这拢是一个团队啦。林长、里长，哦，区公所的人员、市政府，这拢是一个服务团队，哦，这拢是广义的市政府啦，啊，广义的市政府。一般来讲，哦，市民袂去甲你分啦，哦，袂去甲你分工，啊，分工你看，就你是多一栋的里长，多一栋的林长，哦，也是多一栋的个啥物人，其实他不会，哦。伊若有问题，就去找里长，啊，找政府，伊就是这是政府，啊，所以我伫遮吼，我若爱吼，咱今日表扬，就是我若要互市民知影，吼，就是讲咱伫基层的时阵，对里长，吼，我若爱心存感激。台南的疫情比预期早1.5个月反转成功，这是中央甲地方联手、政府甲民间成功合作的成果。赖市长特别代表全体市民，感谢伫个第一线抗疫的李林长的辛劳。我没有办法预期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危机，但我们一定要啊有危机解决的能力。所以大家看得到，啊，中央嘛真讶异，这几个月来我没有骂人啊，我咧主持会议也好，啊，也是中央开会也好，我是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，啊，无把球踢到中央，我没有。甚至我拢公开讲，即蚊啊吼，伫台南，责任吼，我做市长爱担起来，啊，请副长、里长大家共同斗下手，中央是甲咱帮忙，啊，所以中央看到我们这么负责任的态度，所以已经放心，我们请求什么协助，他都能够很立即的帮助我们，啊，所以今年的登革热防治工作是中央跟地方携手。啊，还有民间政府跟民间合作的共同的结果。赖市长今仔日一一表扬得奖的李林长，希望未来李林长继续甲市府做伙合作，和市政顺利推动，为台南的未来继续努力，和台南市民有更加好的生活甲服务品质。